共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乡亲的母语，结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大件事》。我不是不地理，你的老目屎，我的心里智慧。天暗暗暗，雷一直弹，就伫烟，就伫烟，是咱最后的一枚。你是我过去唯一的伴，今后我是要对啥人破心肝？我不是不地理，是已经无气力照顾你，无答完就要甲你分开。离别了后，只要我要有咧喘气，我会逐天去老母的厝看你，请你着保重。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01集，欣赏的是家己的韩文老师伊所写的《我毋是毋地理》。上日去，咱邀请韩文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背景甲心情，也佮有即内底台语文的用字。哦，我咧讲，我写这首，我毋是毋地理，哦，是一个足卡的机缘。有一天，阮着一群朋友吼，做伙去即个台南。德元比荷兰村遐佚佗啦，啊，大家拢足欢喜，啊，佫有一个人提议讲，这附近有一个老牛的厝，老牛之家，啊，阮就讲，啊，好，咱过来遐老牛的厝遐看牛啊，啊，大家就过去哦，啊，看遐吼，那是专门咧收养一挂老牛，牛若老，啊，互人送去遐。遐的家做老牛最后的厝，吼、哦、啊！刚迄天我回去，倒来到厝，我拄仔有看到人报着一个新闻，我感觉讲，含我下晡去看迄个老牛的厝，吼、哦，足下。不过呢，下晡我去看迄个老牛的厝，看到遐个牛，伫遐尔空旷的所在伫遐食草，哎呀，环境足水。这个空气嘛，介好，佮有水，佮有草，我感觉讲，那牛到家伊这个晚年，会当伫遐过伊最后的一段，嘛是一个真幸福的代志。我就感觉讲，台南的政府吼做这个老牛的厝，实在是足好的，吼遐的牛会当安好好啊过伊晚年。啊，不过迄暗看到的电视新闻。佫予我足大的感触，就是讲有一个老农夫，这个牛的主人，伊年老啊，还佫身骨病痛，啊，足不得已，足无答话，伊甲牛讲：“牛啊，牛啊，我已经无气力通饲你啊，啊，我要甲你送去这个老牛的厝，啊，我是不得已的。”伊甲牛讲，甲伊也流目屎，啊，这个牛啊咧流目屎，啊，互我足感动的，所以我就甲写一首诗，吼、哦，所以我就用讲，你咧流目屎，我的心咧智慧，用安尼来开始。哦，我只有讲到，毋地理，毋地理的地，就是手语边。
吼、哦，要到倒位去搞，把迄个刀啊提掉，啊，伊个刀手柄佮加一个手艺柄，安尼就是定。啊，甚物叫做唔定呢？就是唔爱你，无爱爱你啊！啊，雷一直弹，这一弹变哪下？顶端是一个雨，下骹一个烟长的烟，安尼叫做弹。就伫烟，哦，这烟烟本来是两字，叫做下昏下昏。A 是下面的 A， 昏是黄昏的昏，哦，这两字合音念较紧的叫做影，就伫影，就是讲就伫 A 啊的意思。无到话，那照字来讲是无奈何，无可奈何的意思，哈、哦，无到话。啊，咱较早，咱这个台语虽然讲，伊这三字，咱真正台语捌较济人，咱能讲无答话，也是讲咱较老前辈，比如讲咱的妈妈啦，也是咱的阿嬷啦，啊，咱的阿公啦，因都听有这无答话，都、就是无奈何的意思。咱啊唔捌台语的人，伊念无奈何嘛可以，哦，啊，咱啊。较古典的台语，人讲无答话，啊，不过同款是这三字安尼写。韩曼老师这首诗里底所描写的老牛的家，是关西合并以前的台南县政府所成立的。所以，其他邀请迄当时的县长苏焕智先生。为咱来介绍老牛的家成立的过程。老牛的家是来讲个，迄个时阵，你等于庄卡吼，已经强要看无得牛啊，要看到牛的机会，足侪庄头即马拢无牛，所以囡仔、少年家、都市囡仔来庄卡，嘛看无牛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感觉迄、那个，你看连迄个黑面琵鹭就濒临绝种的，咱都咧个保护啊。啊，想啊，这牛甲咱台湾的农业、农村的文化，这息息相关，竟然呢无一个保护啦。啊，尤其迄个时阵，几个案例，一方面是囡仔看袂得牛，啊，另外一方面就是讲有一挂退休的牛，像迄种一个叫土狗，啊，因就成立一个叫做水牛公园，啊，就是讲吼，啊，有一只退休的牛底下，因爱吼挂草给一只牛吼，啊，结果呢，过无偌久遐问问讲。啊！只牛走对去啊，讲啊！只牛已经卖去啊，哇！啊！卖去可能用台语啊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啊！你去甲政府讨钱来成立一个水牛公园，啊！叫你甩改只牛卖掉去。啊！了后呢，后来个一个代志讲，啊！咱迄个无米了无米了，迄、那个昆白了，来得够一个和尚吼，一个文林伯啊吼，伊一只牛，啊！伊拢牵一只牛咧载物件嘛。好、哦，啊，结果伊迄只五米勒的猪搞迄只牛，啊，迄只牛嘛去用卖去，啊，我是咧想讲，哇啊，这牛啊替咱来拍拼一世人哦，啊，咱最后去甲卖去抬，啊，去用食吼、哦，嘿，我心内想讲，哇，这安尼咱人哦，敢那哦有一点啊哦，真无情啦，嘿，啊，所以我想，啊，无咱应该好只牛一个退休安养的所在。啊，因为这民间无多嘛吼，这个牛退休了，啊老农民还可以挂草，但是挂草也饲咧，但是挂草也饲，安尼真辛苦咧。啊，所以咱就想好，啊，咱来成立这个老牛的家，啊，这退休的牛来看来家，吼，啊，政府替你饲，这个构想真久啦，但是一直到我在做馆长，最后两当，啊，这个不来个实现未使，啊，所以咱就成立全国独一无二的老牛的家啦。离别了后，只要我要咧喘气，我会逐天去老母的厝看你。
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大意思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韩文老师写诗，前台南馆长苏焕智主题讲解，专门客电台制作，讲师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然后一天再继续空中再会。